管是资深歌手、歌坛新人，他们通通都登上了颁奖典礼大舞台。各位都看见国家忙光光，是悲欢是悔恨，当朝女皇。耳熟能详的一代女皇，有好久不见的原唱金佩珊经典重现，让大家走进时光隧道，重现当年电视剧的，还有歌坛新人杨宗纬。因为这一唱，让杨宗纬在经历谎报年龄参加歌唱比赛之后，歌声再度受到关注。黑色连身礼服及肩中长发，另一位好久不见的资深歌手林慧萍，也因为在金曲奖的大舞台上开唱，随即复出举行演唱会。今年金钟奖则祭出她。招牌西瓜皮和衬衫，歌声享誉国际的小胖林育群也要在大舞台上高歌一曲，毕竟大型颁奖典礼吸金是艺人累积人气拼曝光的好机会。 TVBS 新闻陈怡人、莫祥珍综合报道。